你的命很硬啊。我是不会放心的。快走啊，一会儿拉闸了。快走啊。金哲，你要去哪儿？找东江。东江是少帅的儿子，他不会有危险的。喂，景英。少帅已经失去了理智。凌飞毒说，他被关在了一个荒岛上，如果我们去救他，肯定会中埋伏。你没事，带我出来散步吹风，难道是约会？同行啊。其实，因为孔幽金，你别忘了帮我找我哥哥的线索。觉得你死了对德威会有任何的影响吗？应该会没有什么影响的。他心爱的女儿虽然在你手里，但是你别忘记孔幽精在我手里。我不知道孔幽精这根墙头草到底是个什么角色，竟然让你和汉娃都这么在意。不过无所谓，现在只要我对雨洁说出带走孔幽精的人是你，你觉得雨洁会怎么反应？这世界少了一个你，也不会影响到我找到孔幽精。你居然放弃了自己的生计，那你就跟之前的汉八们会面去吧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真的很爱雨洁，就算是我要死，我也会带着她一起死。汉八，你告诉我孔幽精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，告诉我孔幽精在哪儿？你要是不告诉我，我就杀了你。人我已经带来了，东江具体位置在哪里？你告诉我。告诉你不就不好玩了吗？要找到少东江，得看你自己的本事。凌飞毒，你是故意让我把金哲领过来的。你现在才明白，会不会太晚了？
找到了，把寿东江的位置发给金哲。好，发过去了。金哲，现在寿东江的位置图已经发给你了。